南京，这座历经千年风雨的古城，在时代的改革岁月变迁之下，不断展现出其独特的人文魅力。南京生存训练是我们曹二学子的一场青春之问，一场有关生命意义的探索。从关注教育的整体性出发，我校注重德育培养，南京生存训练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民族精神教育为核心，利用南京一个特定的空间去构建情感碰撞的氛围、思想感触的氛围，从而完成精神的升华和道德的发展。本次南京之行，我校学子前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及雨花台开展民族精神教育活动。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我们进行了勇史扶宣金陵商、戮力同心创未来主题教育活动。历史以最真实的画面向我们扑来，不容一刻喘息，不容一刻质疑。每一声发自肺腑的诵读，每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都让我们直面民族的苦难，提醒我们生存的意义，铭记和平的来之不易。在慷慨激昂的声声合颂中，我们接过了时代的接力棒，立志让祖国占据世界舞台的中央。同时，我校学生还前往雨花台祭奠先烈，并举行烈士回眸应校尉，情其自有后来人主题教育活动。在这绿树环绕的烈士陵园里，我们回首往昔，诵过往诗篇，追忆曾经年华繁花似锦，我们缅怀先烈，迎当今世纪，铭记今日和平来之不易。在雨花台，我们铭记的是那铮铮铁骨要中华国土，是那永存丹心护万世青山。在烈士纪念碑下，二中学子庄严的宣誓，要以磅礴的星辰大海为征途，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志向，以永不磨灭的红色为底色，立鸿鹄志，做奋斗人。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棂下隙，二中学子早已整装待发，离开住宿地，前往南京各场所进行相关课题调查。前期，高一学子以小组为单位，请教指导老师商讨课题方向，并自主拟定研究方案、小组分工、调查问卷、访谈提纲等，充分发挥同学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拓展学习的空间，丰富实践的体验。访谈过程中，在小组成员的相互帮助和鼓励下，同学们由一开始小心翼翼不敢询问，或由于紧张逻辑不清，到最后主动上前注意技巧，甚至采用读问卷、打手语等方式进行沟通，
以获取尽可能多且层面丰富的数据资料。本次课题研究，同学们更加深入地学习并运用了社会调查的方法，同时在实践中体会到社会学研究的高度严谨性及其基本的流程规划和具体实施。每个晚上，学校还根据当天内容安排了不同主题的班务会，同学们在此期间互相交流感悟，分享体验。第一晚，同学们围绕何为生存、如何生存、以何生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生存诚可贵，吾辈当自强，守护我们热烈青春的城池，构建我们民族的高地。这不仅仅是对于中国历史的悲痛，更是对祖国未来的展望，以及对自身更高的要求。第二晚，班会由课题研究的相关内容展开，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依次进行课题汇报进度及研究成果初步展示，以便更好地完善课题。在这三天里，同学们迈出了走向独立自强、成熟懂事的重要一步。他们离开父母，独立料理自己的起居生活，独立规划伙食、交通等问题。他们走进社会，和伙伴一起完成课题研究。南京，这座富含历史底蕴、人文内涵的城市，见证了高一学子逐渐蜕变的过程，见证了曹二学子走向成熟的历程。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深层训练活动，能够真正的来理解学校的用心，能够把时间用好用足。通过这样的活动，能够使得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早一点成长。相比于同学们前往南京时的兴奋和激动，回程途中大家显得有些许疲倦。他们安静地回忆这三天的所学所感，他们在为自己奋发向上、砥砺前行的青春做出思考。一代又一代，同样的地点，同样的形式，但不同的主角叙述着不同的故事。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顺应自然做出相应调整，但不变的是活动初衷，是属于曹二学子奋发向上的力量。我们携满怀的期许而来，我们带铭刻的回忆而归，我们将所有的热情凝于笔尖，书写成文字，形成课题，宣告专属于我们的独立之思想、少年之精神。我们每一代曹二人，都在这三天的旅途中思考着生存的意义。我们在这里蜕变、成长，收获感动，分享喜悦。1994年的三月，曹二学子第一次踏上南京的土地。时至今日，南京生存训练这项活动已走过25个年头。25年的日积月累，铸就了我们内心深处矢志不渝的方向。25年的光辉青春，饱含着学子们不断超越、不断奋进的力量。
一生参与一次，一次影响一生。我们承诺，不虚此行，不负此生。南京生存训练这个项目做了25年，应该是常做常新。它应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赋予它新的时代的意义。所以我们要紧跟时代的节奏，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学生的变化，不断地来调整我们所教育的内容，让这个活动一直做25年、50年，让它永远留在学生的心中。办错事校真正成为学生成长的一种平台，啊，我们当然也希望我们两中呢，在原来基础上好上更好冲，真正成为上海的超一流学校。